好嘅啤點做啊？给你们看看，给你们看看他，给你们看看他。看到了吗？黑丝哦。我去攞嘢先。其实那个位置也挺可以的，被人家坐了。主持小姐姐，主持小姐姐又来了，小助理来了。大家好，英伟同学，请讲粤语。等等先吓，好惨啊啲相。想真係不敢直視嘅，多睇人哋點樣影先。我好餓添，突然之間。点一个颜色？唔识播。真系夸张，乜都冇得食喎。想唔到，系啊。我已經餓了，給你讓回個位置給你。他們要看你，他們要看你。我幾時看你？什麼時候看我都可以，看他吧。哎呀，好煩啊。想什麼？假給你。對啊。假的。會很假嗎？這些是真的火來的。假的。這個裡面可能會有這些火。啊，你头顶有灯喎，对，佢有顶光。你要不要浅一点？可以。你要不要过一点？我呢边都听唔到你。我呢边，好烦啊！佢系咪要到晚上跟住先有嘢咧？有嘢食咧？嗯。有点饿了，这杯东西。阿哥，阿哥，对啊。这个你们说都是啊，这个地方有共同的。起码都是。很光亮的。起码。放在。哎，其实放那边就。咁样放喺嗰个位置，但这里的顶光好重，是不是？对，哎，这里好看很多，这里可以直接拍照啊，挺美的，把那个机甲整走了，就能拍哦，就是把我手机拿开，对啊，拿，用你那个还是用我？用你那個美圖還是用我那個？我的美圖在這個手機上啊。
蛋，我想到很好吃。我都没调过，我一个。拿走了，小心夹手。哎呀，我们充足点心。我们想拍个照，所以要先把你们拿下来，放在这里吧。我们先拍个照，先把你们拿下来，然后我们要用那个支架。点解往上嘅？要会影到上面嗰个排气管咯。唔系，即系咁样调，我教你调，我教你调。咁样，你放，我们两个咁样放落啲，你咪可以。诶，你都冇夹我咩？好啊，等先啊，等先啊。跟住咁样系最低噶啦。不是肠胃炎，我是那个洗了纹身。你撳係咪？我係撳。你撳嗰個咩？定時，定時。我撳。嗯。還有這個，也行。還是。那我靠前一點點。靠前一點。不要搞得那麼。兩個不熟。等一下啊，我先把你們放到一邊去。我們兩個要拍個照。刚刚淋了一下雨，你为什么去淋雨了？我在写字楼走过来，然后走一楼的时候，你把车开去写字楼。果然粉丝如衣服，闺蜜才是所主。粉丝如衣服，闺蜜才是手足。我头发冷，有没错？我们拍个照嘛，难得都化妆了，是不是？是啊，主要是难得都化妆。等等啊，等我补一下你头发，有的，你看。好似挡住咗我个眼。
这个。真的哦，非常棒。这个呢？林胸的好肿。对呀、啊，我觉得我的好肿、啊。再拍一个吧。今天我有接主角过来。谁来了？你今天有咩事啊？我话俾你知一阵。哦，咁样样。我哋两个合照有两张左右，跟住嗰啲去咗。啊，对对。跟住而家将嗰个景。可以。够了，今天就满意了。是谁？我听见了。沉浸在拍摄中，好热啊！哦，但是我没有看到。你们看看他怎么接电话，他拿着个支架接电话。拿这个支架接电话，神人，你不要这么搞笑我好不好？啊，你头发落了个刘海呀，平时。这个做得唔得？嗯，得。咁我点啊？点？你摆好就点。啊，真系臃肿。你把你咁多电话，好烦啊！这个怎么样啊？都未摆，我哋要唔要近啲啊？就系咁，就咁，我哋自己坐咗。咁奇怪呀，5公斤唔係，喺個頂光照下來。应该有了，他没有直播。可以，他没有直播。满一秒钟一个电话，咁样你就唔会咁样肿啦。但系都会喺度后面，可以呢度可以收。嗯。好啦，我们要近一点的吗？剪头发了呀，对呀，对呀，闺蜜。哦，他没有直播间，好看，有没有觉得他之前更像杨幂，现在没那么像了，肯定没有台吧？你看下有没有？给你，那我们把这个放回去吧，把你们放回去，那个刚刚那个位置。你帮我放在这边。可以。你看下边个？呢张又唔错，其实呢张都几好睇啊。只知道这张好一点。呢张唔得。呢张都唔得，呢张都唔得。一张好，
这里。关吗？要吗？大家收吗？没有，我们都没开会员，我全部买上会员。我没有，我也想去买个包，我好饿。要我准备的先收。你的用的东西呀？你的，我的。去买先，那边买。找回饭馆。我也想，现在去了这里要吗？对呀、啊，不行啊！我主要是好饿，他自己又没有吃，我不买。打也打不动。对呀、啊，是呢。我其实阿妈一年没吃，对呀、啊，根本都没吃。哎，你好，是不是什么吃的都没有了？对，今天很多东西都卖完了，所以都还掉了。生意真好。平常来的。我比你们，你们一比你们。这个需要脸皮很厚，如果人家不愿意的话，更尴尬。人家不愿意，我们就空气愣在那里，应该不至于要拒绝我们。主要还是都是小姐姐。带个口罩去，你要不要吃火锅？我都说了，我直播间是真的不开美颜的，我的朋友都不太愿意上我的直播间，因为我不开美颜的情况下，真的连磨皮我都不爱开。我现在他在我就开了有多少磨皮啊？我开了40%的磨皮，我是真的一点都不爱开美颜，真实一点。好饿。主播要考虑观众的感受，稍微开一点。甜心，你这就够饱了。
走开，请你们礼物支配我。买 OK。我买这个胶片太甜了，胶糖。这个是牛角包，他有钱不要给他，我给整。坐过去，有什么所谓的？我行唔开啊呢度，你坐过去先，我坐呢边。嗱嗱，我们那里真棒，真肥，终于有位置了。把东西搬一下过去。啲工作人员唔知道去咗边喎，我给你们看看这个。但是这边很难拍，这里不好看，但这个角度不好看。而且，这只有那里那个是不好看的。你好，小姐姐，帮我拿一下我这个袋子可以吗？哦，那个袋，我先放在这里。要唔要坐啊？咁呢个，我哋真系坐佢嗰度啊！咁唔转啦，咁我哋坐翻你呢度。坐得很 PH。我看一下啊，我看一下这个位置拍照不好看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眼。唔好睇啊，好似，唔好睇。就是你看看，如果我这样拍，后面又是墙。没事，等一下过去说一下吧。我们还是回来这里，好不要脸，好不要脸。美女有一项什么？给你们看它，这样，它那个火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来的，就是那个火，像京城。我现在这样像京城，说你吗？你呀、啊，我像京城。你不觉得它有点像杨幂吗？杨幂是贬义吧，这个东西。杨幂，杨幂腿很细，奶奶很大。一般，还不如在那边。他那个也是假黑丝，我刚刚凑近一看，发现那个真的不是黑丝，那个是，那个是什么？那个是裤袜。我发现现在女生都喜欢穿那种裤袜，这个腿，
对，长得像黑丝，其实是个裤袜，对，两层的那种，对，就是那些光腿神裤。我准备了，但是他里面，我有点不太适应这种。我有点不太适应我的皮肤。揉到发亮，过去系咪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你俾手机我啊。
想去那里拍吗？短短的隐隐记号。我刚刚看到有一个小哥哥对着我拍了一张，是后面那个吗？不是，那里刚路过的，然后他看着我，然后他就拿起手机拍了一张，我服了。不会是里面这些人吧？唔系，佢路过噶，路过嘅路人啊。唉。那个穿白衣服的可以走开，切切。他对着一个火拍了很久。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来的？这个是什么东西来的？他家里整个给我看，它是其实就是那种蒸，即系蒸汽嗰种。嗯，跟住系黄色灯嚟嘅，佢系加湿嚟嘅。嗯，家里面可以搞得这里，嗯，很有氛围耶。这要弄吗？买一个就好了。怎么弄啊？买一个，它下面是放水的，在它面放水，跟住在这一滴的。那要有这么一个凹槽啊？对啊，就是要弄一个。但是这样我容易整个水面已经没湿晒。对啊。那其实还好。LED 加湿器哦。怎么办？人家都不没走的，要等到什么时候？Hello， 欢迎幸运星。怎么说？就聊聊天算了。那还能怎么办？要放弃了吗？我不想要回去的窗。你拿个手机给我，我帮你研究一下。我让我去那边，小姐姐，对，小姐姐，我可不可以在借你这个位置拍两张啊？等一下他们拒绝我，那不就很丢人？是不是这么说？不会的，我们脸皮厚。脸皮厚是吧？那一起去啊。那你们怎么办啊？你们怎么办啊？被他们走了，其实。啊，走走走走走走走。我们的东西又要搬过去吗？你拿杯嘢饮啦。我攞，梗系啦，个袋边个同你睇啊？你嗰个唔使，你嗰个唔要噶啦。包都执埋啦，还没吃完你。还没吃完，包都被人捡了。好吧。
你拿着你的包，开启后视表皮。你知道需要空水吗？什么？隐形眼镜的空水。对，你拿了吗？我这边可以先坐着喝这里的，然后过来帮你擦桌子。我们可以介意在这里拍两张吗？啊，没事没事，你们先。我帮你影得啦，点影啊？我着成咁，我点影啊？我着成咁，我点样影噶？咁样？我不知道啊。我试一下哪一个角度？他们那种呢？啊？这样子呢？他桌面什么都没有哎。我看。我先放在这里啊。角度是挺硬的。好，就是在那里。你研究一下角度吧。我的包白色好容易脏，但是它超能装。这样，但是没有吃的很专啊。你一系就坐呢度，你坐呢度。然后我看看啊，我看看大概的，你哪里好，我研究一下。我看一下啊，没打开小红书帮我看一下先。我帮你们，我帮他拍。等一下，你看这个角度是不是好好看？唔好睇嘛，最好系。这个不是火。我小红书叫什么名字？蔡娜依依。没有办法。不能拍到人家。那你这个穿搭还要来干嘛？完美，太美了！我帮你拍这个角度超靓，但是我点截图啊？截唔到啊！我咁样帮你截张图先。系啦系啦。哎呀妈！就我这样在这里看，好好看。我尽量啦，好唔好？尽量啦，视频就变成这样。又要拍到嗰啲嘢，人哋全部都系食嘅嘢，你咩都冇。跟我小时候，我带他去长隆玩不是。哎呀妈呀！我看一下啊。即系影唔到嗰堆嘢喎。即系我睇下先啊，我睇下我行过去另外一面。
我要准备，我说可以一个十天，一个可以牵手的。哇，真的好好笑哦！这个角度我不拍，太死亡了。你给点景给我就好了。我看到刚刚那个角度是不是拍它好好看？一哭二闹是谁？有这个时间还不如玩游戏。我们是探店博主，不行啊！我们是探店博主，不行。灿灿，你在这个角度吗？啊？你这个角度帮我一下吗？再试一下。我都想下播了。
是因为我会说妈妈，我想我小时候在，那你为什么不喊爸？喊爸就是爸。嗯。那为什么喊妈妈之前必须要喝奶？哇，出来没意义。我也如果我裁成这样会好一点。那你妈这张可以吗？再修一下。就不能做条啲色咁咯。可以吗？啊？可以吗？别啊。不好看，就嗯，也没有说那种在那种特别好看的，嗯，在某个真舞台，求我呀，别求我啊，求我，这是在 K 十一，太死亡了，朋友啊。这样可以看到我们俩弧心都没有过，这张呢？嗯，那张好啲，你可能要系咯，你可能要加个颜色先，嗯，再睇下得唔得？在那帮我拍到一张好看的，有一张能 P 的。懒人了，好开心，拉低啲，我们是不是两半了？拉低啲咧，放大拉低。啊，那我走走，走啊，咱们坐那喝茶。是。嗯。我在这儿上个厕所。对，我要憋了又。嗯。喝完咖啡，我跟你讲，我来了就想上，但是我已经坐下了。最紧要系冇嘢食，如果有嘢食就好好看。手指好肥，肥。干啥呢？我踩到了这个。好肥咩？你是踩到了啥？脱了吗？肥咩？你过年去边度过年啊？咁样咧？咁样好唔好睇？都可以。你景嗰啲又影咗几张？你上次帮我影嗰个啊，嗰个咩啊？野餐嗰时啊，我小红书都算爆咗两下，都好多人，好多人点赞。再帮你拍一点。那你说呢度唔好睇啊？系啊，就呢度唔好睇。你睇下啲景嗰啲俾我睇下啲，你影咗。这就算了吧。都不好看。对呀、啊，没有一张好看。对呀、啊，只有几张合照。笑死了。这个呢？这个可以吗？帮人打广告了吗？打晒广告。我们试下要最近啲先。他要去拍照，他好像那种专业打卡的那种，我没叫什么探店博主，是不是？他拍小点，拍近视，拍大了就没办法。像不像那种专业探店博主？你看看。对，拍完之后就好嫌弃哦，好难看哦，真的好难看。嗯，对。不好看，要不我们走了。嗯。你看那个是真黑丝，这个是假黑丝。都没有湿的。啊，对呀、啊。好丑啊，太单调了。这个呢？啊，这个也行，这个还行。卖酒。
我跟你說我都買了一條，跟住我覺得好頂唔順。我今日知道我係揾另外一條出嚟㗎，就是另外一條黑絲，咩咩小爺盒子，係咪？對啊，差唔多啦。然后我实在找了很久，你这条已经好像比我那个要薄一点了，而且我那个应该自然一点，是不是？加绒的，加绒，这个不是加绒，但是它不是那种真的是丝袜，它这个好厚啊，它是那种黑色带点肉色的丝袜，对啊。传说中就是叫什么，什么什么什么神什么光腿神器。嗯。哦。啊 ，sorry， 我们在研究这个袜子。啊！超管把我黑了。已经黑掉了吗？那我们要拍个这种合照，买他们那种。我跟你也不搭。对呀，不搭呀。那我们撇了吗？撇吗？嗯。别撇撇。你专门最喜欢发标。嗯。介绍个棉裤也黑。他们有意给这样。是真的吗？然后合照你先，人穿，一人穿。睇下先嚇，呢張又都可以。我要睇下先嚇，我睇下先。嚟睇吧。哎，反正你都燒給我吧，這三張吧，你都燒給我，我睇下我白邊張。咁我先幫你要整呢兩個，仲有，你邊？你先整，你先收。哦，收完我就收。你將啲相發俾我 ，yes， 將啲相發俾我 ，China， 好了，收到了。唉，呢間店真係難食 ，YT， 走吧，你記得要去拿哦，那個，對呀，我還要去拿包哦，對，你停咗喺邊啊？停咗附近。我都是停了我的口罩，那口罩都没买。去问他。YT 请我吃饭啦。怎么回事啊？请我吃饭，我就不回去吃了。啊？好看是好看，吃起来就算没吃啊。主要是我们这是点歌。他这个角度还挺好看的。上面那个角度是吗？你想让他帮你？我还要去隔壁拿吃的东西。哪里？又咪咁？系啊。我去隔壁拿个吃的。拉黑了，拉黑了。不来了，不来了。喺边度嘅咩？边度？你喺度落去噶？唔系啊，我喺度攞包啊！不来了，不来了。我在等客人了，等一下我。拿那个吃的。那么饮料是吗？还有。好，嗯。你买了那么多呀？我买一杯俾嗰、那个，我买一杯俾嗰、那个姐姐啊。嗯，系啊，喺嗰边落。嗯，佢得揾佢咩？我啱先以为我冇嘢做嘅时候，我就同佢讲咗话，哎，我买个下午茶你吃。谁知道说了，说了之后，然后我又跟你约上了。那都答应了，就买呀，就买。我买了好多吃的。不活每日的生活。好贵呀、啊，没钱啊！买个面包都买了200多块，哎，
我想吃这一家。香樟是不是？嗯，我想吃。我覺得佢好食過嗰啲咩嘢壽司文啊嗰啲。係咪好食過啲其他啲？係啊。六六點鐘唔係話特別貴嗰種。我覺得都算好合理了。係咯，中中等等。YT 可不可以打個卡？让我去吃顿好吃的 YT 哥哥，我觉得拌酱还可以啊。对啊，拌酱很 OK。打包回家吃，你请吗？你请我就打包。别这样子。哇，谢谢 YT 的火箭，还可以。中午吃比较适合。我中午我还搬鱼过嚟呢度食，我系咪？诶，搬庄边度仲有？好似都有噶。我唔知有冇喎，我不知道有没有。但是我是挺喜欢吃这一家的。我也是，我也好喜欢吃。哎呀，我想食鳗鱼啊！你而家唔可以吃。我想食海胆啊！我想食海胆，海胆紫菜。四海城好像没开，为什么不开？我不知道，我也想吃海胆。哎，搵日出嚟食得多啊！我而家应该未食得，牛肉都唔食得，都唔可以。喺边度？我系喺嗰度。哦，系。明什么？明天给机会你请我吃。我只腳洗了紋身啊，未咁快食得，即係牛肉、海鮮啊、牛肉啊，沒有掉價之前都不能吃。是不是？其實你吃不吃都行，但是我之前有傷口的時候，你忘了嗎？我吃了一點牛肉，我發炎了，對對對，然後去打，就是、然後去打消炎針了。我告訴你，不小心吃了口牛肉，所以你還是要注意。咁食斋啦！你睇我买咗几多面包？诶，有我电话号码。我买咗好多面，诶呢度落啊，呢度落系咪？系啊系啊，商场呢度落。旁边这个妹妹，旁边这个妹妹不是主播，我是她的助理。哎呀，我要叫司机交停车费。等阵，佢帮我买票咯，我听下先，同佢讲声先。你先咯，你后面仲 keep 住联络。唔得，好攰啊！你帮我攞一下。来。哦。同佢讲声，走了。也好甜哦，吃这些我都不敢吃那么甜，人容易老。偶尔吃一次两次那种没关系的。我非问哦，你们过年有什么节目吗？现在还不知道哦，有可能会出去玩，也有可能不出去。我得会修樱花咯。诶，我都会啊，我已经在网上边度修了。我哋系约咗去增城嗰边住几日嘅。系啊，我嗰日就系咧，我老公去夜住一段，所以我哋都唔一定，有可能就系一段船。好攰啊！我都系。个袋又重，呢度又重，我等阵快掉上车先。去猎德村，唔使我屋企楼下就可以烧啦。你以前芒果树啊？你查一查。我屋企楼。手机冇电啊！喺你屋企楼下。Mango tree 啊？嗰个好啊，系七楼。你哋屋企楼下可以烧。唔该晒，你江边路。冇鬼咗电，搞到我搵唔到呢套。七楼啊！嗰个宝华七楼系边个办公室？我就停了在那儿。我就停在这里。好啦。我停在那里。拜拜。
死啦！我點樣開門咧？陰公！加油加油！拜拜！啊，好攰啊，好累啊，好累啊！他自己开了车，他本来说不开车。我上车，我上车之后我就不播了，因为我没有那个车上的那个车载支架。我隔壁还停了一辆车，真的是要命。嗯，我的手都要断了，我的包好重好重好重。哇，我的车好脏啊，外面下雨啊。把东西吃完再上车。哇哇，焗死咗啦，焗到我其实好想食，我好想吃半藏的，但是那里都是坐满了人。 K11 的这家店永远都是满位置的，死亡角度，哎，无所谓啦，我怕什么？我啊，坐满晒了，已经有人等紧位了。已经坐满了。余宝轩隔离新开 ，IGC 都有啊，真噶，真噶。真的、啊？那我去那边吃了。但我今天肯定吃不了，我的脚坏了，唔得，好热，我好热，我要脱衣服了，我下播了，拜拜拜拜拜拜，我也要下了，拜拜，真的很热，嗯。晚一点再开，拜拜。